谢谢高雄医学大学为我们带来的三首歌，大家再帮他们鼓掌。好，然后下一首歌很厉害，好像出动我们的武器。然后我就再跟大家介绍一次，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我们2013中山吉他节的最后一个活动，叫做联合吉他节日。然后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办在白天，因为我们以往都会办在晚上，然后会办在就是学校外面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明年一样会有吉他节的活动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一起来参加。然后我们请主唱介绍一下这首 Beautiful Life。这首 Beautiful Life 是一个新加坡的华，然后他写的这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在讲就是他在唱出这个美丽人生是包含的，就是可能是一个困苦的爸爸，但是他因为他的小孩而开心，或是你跟你的朋友和好而开心，或者是你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，然后跟他就是接吻而开心，就是大家对自己的美丽人生有不同的定义，然后这首歌在讲就是美丽人生。
谢谢。